全球疫情整体减缓，部分国家大解封，法国开放餐厅内用，西班牙夜店重新开张，美国迎来报复性的旅游潮。为什么这些国家敢大规模的解除口罩和防疫措施，甚至还将陆续开放边境呢？原因和这些国家大规模施打疫苗有关。到底全世界的疫苗施打进度如何？达到群体免疫目标了吗？今天说新闻就带大家来了解什么是群体免疫和各国的疫苗接种覆盖率，这些疫苗施打进度领先的国家有什么经验值得我们借鉴。首先，我们简单科普一下群体免疫的作用原理。当我们大部分的人体内没有抗体，就很容易受到感染，然后把病毒散播出去。但是当人群中有很大比例的人免疫之后，这些病毒无处可去，就可以间接保护到那些无法施打疫苗的人，像是年纪太小的孩童、罹患重病或是免疫系统有问题的人。一开始，专家建议要达到群体免疫，一个国家至少需要60%到70%的疫苗覆盖率，而这是目前全世界疫苗施打进度领先国家的疫苗施打状况。目前全世界约有28国至少施打一剂的人口超过60%，包括以色列、智利、英国、加拿大等等。以防疫模范生以色列为例，民众至少接种一剂的比率为61%，而他们近一周单日平均的确诊人数只剩下10位数，6月16号甚至有加零出现。疫情看似随着疫苗覆盖率渐渐增加而逐渐获得控制，这也是为什么部分国家像是日本和欧盟迫不及待要让疫苗护照上路，只要能在14天前证明完全接种疫苗，就能够在入境的时候免隔离、免检测。但是全世界至少施打一剂疫苗的人口，截至6月16号为止，还停留在 21%，而这才是世界和群体免疫的距离。况且群体免疫要有效，还需要很多其他因素来配合，包括疫苗的保护力、病毒的变异率，都是会影响成效的因子。而现在全球疫苗大缺货，分配严重不均都是事实，疫苗的保护力也并非100%，就算你打过疫苗，一样有可能无症状确诊，再把病毒传播出去。起源自印度的 Delta 变种病毒更是来势汹汹，就连疫苗覆盖率超过60%的英国，疫情都随之再度升温。因此，有专家纷纷开始建议，应该要提高群体免疫的标准到70%到90%。世界和群体免疫的距离到底还有多远？恐怕还要持续观察。